使用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Plus， 在您的机构中推动数位转型，分析学生的进度，协助每名学生制定学习计划。使用 Google Meet， 让线上学习更具有互动性，强化的安全工具防范学校的资讯安全，取得更多报告并获得更高品质的深入分析。解锁这些功能以及更多强化的功能，升级 Education Plus， 使学习更加个人化，交流更加方便。